也就是第十七颂开始。入住身中为生命，我皆常当为出家，戒行无垢，恒清净，常行无缺，无空隙。这是法愿出家，持清净戒，而且呢是非常的清净，一点点的不清净的空隙都没有，而且一生有一生，每一生都是法愿出家。这对诸位居士来讲是相当难的了，但是普贤菩萨就是菩萨了，他是出家也是出家，不出家也是出家，所以他是在任何一生之中啊，从生到死都是啊愿意来做出家人，而过出家人的生活。戒行呢，就是受戒的，持戒是非常清净的，这也是难呢。一般的人说出家容易哦，守戒难，就是法心容易哦，修行难，修行容易哦，成道难。而普贤菩萨呢，他愿每一生都希望能出家，而出家之后呢，持戒非常的清净，所谓持戒清净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凡是受的戒不再犯戒，这是圣人才能做到，一般的凡夫做不到。大戒不犯，小戒没有办法避免，这是凡夫。希望不要犯戒，但是呢，身不由己啊，犯了戒；口不由己啊，犯了戒。这是凡夫，所以我们要学的话呢，是要学圣人。虽然没有办法学得那么好，但是呢，这种愿还是要发的。现在我们再看第十八颂：天雨、龙雨、夜叉雨、鸠盘茶雨及人雨，所有一切禽声雨，皆以诸因而说法。天呢是天上的人，龙呢是在哪儿啊？龙是在海里边的。夜叉是什么呢？是一种飞行的鬼，但是有力量很大。鸠盘茶是什么呢？也是一种鬼，这个是大力的鬼。人是什么？当成我们普通的人。
那么下边讲说，所有一切的众生的语言都把它拿得来作为说佛法的音，这不容易。我们知道在弥陀经上讲，在西方极乐世界啊，任何一种众生他们都是在做什么，都念佛念法念僧，没有一样声音呢不是啊说的佛法，没有一种庄严的动物和植物啊不是在做佛事，在修行佛法。所以在佛国的净土里边呢，任何现象都是在修行而帮助修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十八颂，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这个时间，不管是看到有形无形的，所有的呀鬼神畜生，不管是大的小的，他们所讲的话统统是在说佛法。我们龙禅寺在大殿前面那个大王椰子树上啊，到了每天晚上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许多许多的那个什么是什么鸟啊，是麻雀吗？你们听到他讲什么话？早上天亮以后呢，我们这个龙禅寺的附近啊，因为好多树木，所以很多的鸟都在这个都在叫。他们叫的什么声音呢？在我们听来都是鸟叫，夜里边又听到青蛙叫，我们听到是青蛙叫。但是呢，当我们在打呼气的时候，打精进呼气的人之中啊，就有人听到青蛙叫呢，这就听到青蛙叫的声音是在做什么？就是现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青蛙叫就是念的阿弥陀佛。我这像不像啊？不像啊，我是人，我也不是青蛙。他们又听到那个麻雀的声音叫的声音呢，也是在念佛。这个我就学不起来了。这个猫走过去，就这猫讲话也是在念佛，狗讲话也是在念佛。你们听那个狗讲话吗？所以打精进呼气的人呢，都能够听到啊，众生的声音都是在念佛。何况这个普贤菩萨已经是大菩萨，所以他看到一切众生呢，不管是有形无形，不管是在天上地下，在海里边陆地上，任何众生所有的声音全部都是在说佛法。说佛法是什么样的佛法呢？佛法是没有定法的，
你把它当成佛法，它就是佛法。现在我们再看第十九颂，妙波罗蜜常加行呢，不以菩提心生迷，所有重罪及障碍，悉皆灭尽呢，无有疑。妙波罗蜜是什么？是神圣波罗蜜，那就是啊，六度，也可以叫十度，在《华严经》里边呢，又讲十波罗蜜，在《般若经》里边也有讲十波罗蜜。那么通常我们知道是讲的六波罗蜜，那就是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常加行是什么？就是在六度的法门呢，经常啊，不断地在努力。努力的意思，而且努力更努力，成长更成长，成就更成就，这个叫加行。请问诸位，在你们跟公司里边呢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加什么？会加薪。到了过年的时候会加什么？会加菜。但是没有加薪吗？加薪呢，就是今天呢我拜十拜佛，明天拜十拜半，有这样子拜吗？明天拜十一拜，后天拜十二拜，这个一天一天的增加，这叫加行。还有我们修任何法门呢，越修越深，越修越广，这个叫什么？这叫什么？加行。同样的是六波罗蜜啊，可是凡夫修的六波罗蜜跟初地菩萨修的六波罗蜜啊不一样。六波罗蜜在凡夫的时候就已经在修，所谓布施啊、持戒啊都在修，可是要把六波罗蜜修得圆满的话，到是第六地以上的菩萨，到第七地六波罗蜜修完成。在初地的菩萨，就是圣位的菩萨呢，是第一波罗蜜啊圆满。第一波罗蜜是哪一种啊？什么？波斯波罗蜜。他没有进入初地以前，要不要修波罗蜜？修波斯波罗蜜啊？要修。但是完成了没有？没有。那不断地加行，不断地加行，一直加到初地为止。这个时候，第一波罗蜜就是这个波斯波罗蜜啊，完成。这个，所以我们呢，修波罗蜜的时候要加行呢，六波罗蜜完成，十波罗蜜还没有完成，所以不断地在加行加行，一直到成佛为止呢，波罗蜜修圆满了。波罗蜜是什么意思啊？
波罗蜜是什么意思？是超度的意思，从此岸到彼岸，这叫波罗蜜，也叫做度。从苦海而到出苦海，这个叫什么？叫做波罗蜜。我们通常啊，吃的那个波罗蜜是台东长的还是屏东长的？那个不是，那个叫它波罗蜜，不知道什么原因吧，叫它波罗蜜，有道理。因为这个英文呢，叫它 pineapple， 好像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中国人把它翻成波罗蜜也好了。虽然不是佛教的波罗蜜，给他念念波罗蜜也不错。不懂啊，你讲的有波罗蜜，这是甜甜的，就是波罗蜜叫做。但是真正的波罗蜜不是水果，而是呢修行的法门，而是大圣的修行法门，小圣不算。现在下的不以菩提心生迷，菩提心呢就是成佛的愿心，希望要成佛，但是常常有人呢，今天要想成佛，明天忘掉了要成佛。当听说佛很好哦，成了佛以后怎么怎么好啊？哎，他也想成佛，你也想成佛，要不要发愿呢？要。要不要成佛？要。祝福你早日成佛好不好？好。可是呢，成佛好辛苦哦，要付出，要度众生，先行菩萨道，而叫他无条件的付出的时候啊，他就心里头就有点呢后悔，这正是修菩萨道这么苦，晓得这么苦我就不修了啦。好多人呢一遇到挫折马上生退心了，这个就是迷失了菩提心。是大菩提心常常啊会失去的。有的人在一生之中啊进进退退好多次，有的人在打一个棋子中啊退退进进也有好多次，有的人在一天之中呢他反反复复的也有好几次。这个是就是凡夫啊容易退啊。这个地方的不生迷就是不退菩提心，这个很不容易了，不是普通的人能做到的。那么普通的凡夫呢退失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捡回来了，这还是很好，这是正常的现象。可是呢不要一退，退了以后不起来了。为什么要退菩提心呢？就是障碍，一障现前呢、就会退，就迷。什么一障啊？有的是心里的一障，自己身体的一障，也有呢环境给你的阻扰。这环境阻扰啊，有的是给你建议啊，给你意见呢、比如说有人要出家了，已经发了愿要出家，结果另外的人跑了去跟他讲，哎，出家跟在家不是一样吗？你修行我修行，我们在家也是修行呢。在家人跟出家人有什么不一样啊？出家人吃饭也吃，我们也吃饭，出家人穿衣服我们也穿衣服。我们最近还有一位菩萨，他还给我辩论，
本来想来出家的，结果啊，他想一想啊，他就问，他说：“师父，我这一生我也没有想要结婚，那我跟出家有什么？我跟出家不出家有什么不一样？”我说：“完全不一样。”他说：“我也不吃荤，我也不结婚，那算不算？”我说：“不算。”他说：“哪里一点不算？”我说：“你随时都可以结婚呢。”他说：“对呀，在家人随时可以结婚，可出家人也可以随时可以还俗啊。”哎，他讲的有道理的。我说：“出家人呢，已经发愿不还俗，但是他要一张现签他会还俗。”他讲。我说：“出家人还俗跟在家人想马上结婚，很容易结婚呢是不一样的。”至少啊，他会考虑很多了。但是呢，他听到有人跟他讲，说出家跟在家是相同的，你何必一定要出家受那么一些苦？你看出家人，哪几个已经成了佛的？成佛的只有释迦牟尼佛，其他的都没有成佛。那在家人也不错啊。怎么样子辩论呢？就是要才，他就是回去了。当然呢，这过一段时间，可能他又想一想，还出家还是不错，又来了了。这个叫做什么呢？退了以后又回转了。一仗呢，仗住的时候，他自己退失信心。退是道心，然后在障碍排除消失之后呢，又菩提心呢又显现了。这不一定是出家的这菩提心呢，就是说我希望法院呢广结人缘，也不容易。广结人缘呢，你遇到好人，你结他缘，你得很高兴的。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结他的缘，恩将仇报，你这个时候你就会什么？会灰心，会退心。说我对他这么好，他对我这么坏；我对他好100次，他对我坏110次。你看我还要对他好吗？这个容易退心啊，这个就是障碍啊，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啊逆正上缘。如果从这个逆正上缘通过了，那我们这个菩提心就没有迷失。我们能够希望一切的罪障啊，全部啊能够消灭，而不要障碍我们呢的菩提心。现在我们再看第20颂：一一烦恼皆磨尽，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啊日月不着空。这实在太好了，这个。对于一障、烦恼障、魔障，这里边讲的哈。愿消什么障烦诸烦恼啊？啊？愿消三障诸烦恼，对不对？这个地方就讲的一障、烦恼障、魔障，这里啊，给所有的障碍呀、啊，都得解脱。一障是什么呢？一障啊，有两种解释法。一种呢，是过去世所造种种的恶业，这一次就带来许多的障碍，特别是在修行的时候啊，就障碍。不修行的时候，他就不来麻烦你；你一修行，他来麻烦你。
你做坏事啊，他来帮助你，这个也是一障哦。你做好事呢，他给你打扰你，这个都是一障，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执意的障碍。有一位医生呢，今天我去看他，我说你晚上不来听经做什么？他说我是医生。我说医生就不能来听经吗？晚上啊？他说师父对不起，我看病就是晚上看的，白天呢，这病人都没有空啊，所以我说晚上看病，所以晚上他就不能来听经了。他叫他的太太呀，来听经，拿了什么录音机啊，在这录。结果他坐的后边好远的地方，今天一定来了，不知道在哪里哈，你不要举手。他录了回去啊，因为距离蛮远的，就是录了回去听不到。你们说这个什么障碍？这位医生呢，什么障？啊，就是一障。什么意啊？执意，他的执意障碍他没有办法晚上来听经，是这个样啊。很多人晚上就是没有事，但是好多人就是晚上工作，他是当了晚夜班，那这个我要讲经啊，他就没办法来听了。这叫什么障？执意障，人家说执意病呢哈，这个执意的障碍。就是一障。烦恼障是什么？烦恼障就是我们呢心里边的种种的呀，莫名其妙的念头，叫做烦恼障。神经错乱呢，也是烦恼障呢，也是。但是呢，神经很清楚的人，但是就是有一根哪一根筋不对啊，就是说听经不要去听了，就是观念上啊有错误，或者是呢他自己本身呢非常的烦恼，这个时候硬要他听经也不让听进去，再就是烦恼障。烦恼障使我们失去智慧，失去修行的呀机会。像魔障是什么？这个魔镜呢，这个地方的魔镜呢是指的外在的魔在你面前呢给你打扰。越是修行的人越有魔镜出现，越是做好事的人呢魔镜呢越容易发生。所以这个好多的外道说叫做魔考，那我们佛教相信不相信有这个魔考呢？魔不是来考，而是魔来障碍你。有的呢是啊非常恐怖的，有的非常可爱的。比如说你们要来听经，这是好事哦。可是呢，有一个什么人呢，说把你带了去，说啊，听经慢慢的听呢，我今天呢，要请你去跳舞去了，我请你去喝酒去了，我请你去玩什么去了，这个很难得看到，很难得见到的。听经没关系了，你叫某某朋友给他录个音嘛，或者圣严法师的录音带出来的时候我们再听嘛。今天这个
我们不去玩了，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有一次，台北三道寺呢，有一位老法师讲经。另外呢，美国来了一个什么白雪溜冰团，究竟是你们说去看白雪溜冰团呢，还是去看老法师讲经？是哪一种？你们说？真的有人跟我怎么讲哎？那个时候我在做军人呢，说。啊，老法师以后反正是台湾有的看的，这个溜冰团溜过下就离开台湾了，就没有的看了。这是一辈子之中难得有一次，所以溜冰团到我们台湾来的，所以那一定要去看。后来我是没有去看了，但是我要去叫他去一起听经，他就没有去了，他就去看溜冰去了。哎，白雪溜冰团这个名称呢，你们听过没有？现在还有吗？这个很久以前好像。所以这个什么镜？这个叫做魔镜，这是。你但是他在你面前是你的朋友哎，他不是你，这不是一个魔哎。可是呢？有这种情形出现，就是魔镜出现。世界道中的解脱，世间道啊，跟出世间道不一样。世间道就是贪念的、迷念的种种一切的现象，这叫世间道。放不下的，这叫做世间道。迷念让你迷念的就是贪，让你啊贪的相反放不下的是什么？求不得，得不到就妒忌，还有呢嗔恨，这是相反的，这也是世间道。世间道本身呢，就是要追求。追求不到的这个恨，追求到了失掉了后悔，这个都是叫世间道。今天有好多位菩萨，你们的事业都很大了，能够来听经真是不容易。有一位菩萨事业很好，我跟他讲，我说我在讲经，你有没有时间来听经啊？他说：“师父啊，你知道吗？我这样的忙得不得了啊，日以继夜的都在忙。我的事业啊，没有办法。他说是什么讲呢？他说事业啊。”不发展就是萎缩，萎缩了以后又等于失败，所以现在是骑虎难下。等我退休以后，我的事业交给我的儿子了，那个时候我大概可以来听经的了。你们诸位今天还没有把事业交给儿子就来听经呢，这个不容易的啊。这位菩萨呢，也是我的皈依弟子，我叫他听经，他要退休以后才来听的。哦，他退休以后，我不知道我还活着不是活着，我不知道。没有关系，我的徒弟在可以接班了，就等着他退休来再给他讲经给他听。说世间道的意思就是啊，放不下。丢不开，一个呢是追求放不开，一个呢就是心里边呢这个本身也没有什么贪与不贪的问题，觉得对他来讲非常重要，那都叫做世间道。那么出世间道就是对世间
所有的一切名利权位和事，名利权位事，当然还有男女，这种种的呀追求啊，能够放下。我讲到这一点呢，有很多人一定觉得奇怪，或者是学佛学不得了，一学之后呢什么都都摆下来了，那怎么行呢？佛法讲的不执着的意思是说要有，但是呢不迷，要经营要不执着，乃至于包括自己的身体在内，身体不要执着身体，但是我们还是要用身体，所以还是要保护身体，要使得身体要健康，才能够有身体可用。我们要修行也需要有资本呢，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财力和能力，以及我们的头脑里的智慧呢，这都是要训练的，都是要储蓄的，要培养的。所以修佛一定自己有佛你才能修佛，你有本才能够赚钱。所以呀，不执着的意思并不等于说不要了，这一点呢要了解啊。有要，没有不需要精进拼命的追啊，追不到的拼命的追，那用不到这样子做，总要匀一点时间呢来做一些修复修慧的工作。我常常讲啊，人在世间，你能够用掉的钱是你的，钱没有用掉，你死掉了，这个钱根本不是你的。钱本来不是你的，结果因为你去努力经营而有了钱，又把钱用掉了，这就是你的钱，你赚了钱，真的赚到钱。如果钱赚到以后你没有用，死掉了，结果是人家帮忙你用，这是人家的钱，这不是你的钱。因此呢，我们呢还是要努力，有事业还是要有，但是不要执着。有事业而不执着，那等于是出世间，而等于是在世间的解脱。下边两句话非常重要：如莲花不著水，莲花是有的哦，并不是没有哦。但是呢，它跟水呀、不著水。但是莲花在不在水里边呢？莲花生不生在水里边呢、啊？生在水里边。莲花长在旱地上，有这样的莲花吗？好像没有看到过啊，有吗？没有看到过。莲花不着水，但是它自己还在水里边，需要有水的，但是它不沾水。莲花不着水有两个意思：第一，莲花的花是在水面上，不在水底下；第二，莲花的花瓣呢，一种水放上去，它不会吸水，水有多少水在上面，还有多少水，莲花的花瓣不会把水吸掉。这有两种意思啊，在水里边，不是沉在水里边；第二，有水沾上去，它不吸水。
有水但是不吸水，这我们能够做到的话，就是说自己有失意，但是呢不执着失意，失意很多很大，但是呢自己不把他这个失意当成是自己身体，这就是啊有点像莲花不住水的意思。今天我数了一数我们龙禅寺的出家众啊，好像是有40多位已经受了戒了，这是都叫我师父，这是我的徒弟。那这是我的徒弟，是我的徒弟，我心里边老是讲的，这些都是我的徒弟。请问这个是执着不执着啊？执着了啊。这个徒弟不是我的徒弟，是三宝的弟子，他们是跟佛出家的，随佛出家，他们不是跟我出的家，我只是啊给他一个助缘，帮他们出家，所以他们叫我师父。下边呢，一路日月不作空，这个日月如果作空的话，就是空中就定点了，太阳定在那个地方，它就不动了啦。因为太阳啊，它不月亮也好，太阳也好，在空中啊不住在空中，不啊，这个牢牢地说的这个，我就在这个地方，我要占一个位置，它没有占位置，所以太阳啊经常在动，月亮经常在动，而不住于空中，这就是无住的意思。在《金刚经》里面叫无住，不住于一点，这个叫做不住空。这个空是虚空中的哪一点呢？下边第21颂：诸恶去苦怨极尽，一起群生令安乐。一组群生行利益，乃至十方住刹土。诸恶趣呢，诸恶趣是什么？恶趣就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里边的所有的一切众生的苦那都愿意他们呢能够啊消除，而当然也愿我自己呀、啊、从此以后不再进入恶趣去，再也不会受恶趣的苦。如果要到恶道里边去，是来度众生，而不是去受苦。我现在要解释一下，苦和痛啊不大一样。苦是心里的感受，痛啊是我们的神经的感受。当一个解脱的人呢，被砍一刀，被打一拳，请问诸位，他痛不痛？痛不痛啊？他也是人呢，他不痛了，那就变成了橡皮，是木头了，他也是一样的痛。他苦不苦呢？解脱的人苦不苦？不苦。苦是烦恼的意思，说打了一拳，被打砍了一刀，心里都很不服气，为什么你打我一拳？打了真冤枉。或者是你为什么不打人，你也打我？这个就是这种苦的一种啊烦恼心出现。还有痛啊，这是一时间痛。苦呢，绵绵不绝的连续不断的，而在苦。比如说，我们断了一个手指。
痛啊，一定痛，痛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不痛了。可是呢，所以伤了心呢，伤心以后的那个苦啊，可能影响一辈子都在苦。有的人呢，被人家陷害了，他一辈子啊，心里边都是啊，欠着一个疾，永远呢，那个疾在那个地方，这个疾就是变成烦恼，这个就是苦。请问诸位，你们心里边有疾没有？有一个老法师啊，还癌症过世之前呢，他老是在那边痛啊痛啊痛啊，他的徒弟就说了，师父啊，你不是讲空吗？你常常讲空啊，这么也痛啊？这个老法师他说，空是空啊，痛就是痛啊。哦，有的人就是跟我讲，他说，师父啊，那个老法师大概没得解脱，你看这么老了，修了那么久，死的时候还癌症，癌症的时候也痛，而且还跟徒弟讲，痛就是痛，空是空啊，痛就是痛。这个那好像这个老和尚修行没有用。我说你错了，老和尚的痛是身体痛啊，空是他的心里边的烦恼空啊，烦恼空的人不一定是就是不痛啊，不痛就不是人的了。我说还癌症是他过去世的业，而这一生呢，他害了癌症，所以你不要这样子失去信心哈。我现在做预告，我不知道我死的时候有没有痛。但愿我也不痛啊，就不痛不痒的就死了多好。死的时候在床上啊，是躺上个几个月几年，老是在痛啊痛啊，那个时候你们看到师父那么痛，你们也不信了。这不行，还是要信啊。这个痛是皮肤痛、肉痛、神经痛，苦是什么苦啊？心里的苦。弄清楚吗？清楚了哈，好得很。一住群生行第一，就是广度众生，利益众生。这个利益众生呢，有大利益，有小利益，有啊是就近的利益。一个人有两餐没有饭吃，你给他一个面包，这个算不算利益？算。一个人一天没有喝水，你给他一杯开水，一杯，他算是利益。一个人害了大病，你给他医好，你花了钱给他治好，这是利益。但是最大的利益是什么？是让他们呢以佛法来超度啊世间的苦。究竟的利益呢，是希望劝说众生呢能够发无上菩提心，将来能成佛，这是最上的利益。这个地方的利益是指的什么？指的哪一种？哪一种？是啊，指的最上的利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希望十方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有没有这样讲啊？有。所以乃至十方诸刹土，所以不仅仅是眼前的看到的众生，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而且希望所有十方世界的一切众生都能够将来成佛的意思。以什么？以佛法。常行随顺，这个现在我们念二十二
常行随顺呢助众生，菩提妙行呢令圆满，普贤行愿呢我修习，我以未来即修行。这就是啊恒顺众生的意思。恒顺众生就常行随顺度众生，就是恒顺众生。恒顺众生的意思呢是什么？曾经呢有一位在家菩萨天天跟人家打麻将，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打麻将呢？他说我在度众生。我说你怎么能打麻将度众生呢？他说这一般人喜欢打麻将啊，我就跟他们一起打麻将去。我说你打麻将的时候是不是念佛念法念僧？他说那倒是没有，他说有机会的时候我带了他们来见师父供养你。我说你输了钱叫他们供养，还是他们赚了钱输了钱叫来供养啊？这不行啊。恒顺众生并不是说众生要做什么不好的事你要跟着去做叫做恒顺众生，要随顺众生的福德因缘呢，如何的让他们能够啊修学佛法，他是什么根基，是什么程度，是什么状况，就给他什么样的佛法，给他多少佛法，怎么样子给他佛法，恰到好处的给他能够啊用上的佛法，这叫做恒顺众生的心行或福德因缘。作为这个恒顺众生懂了，人家打麻将你跟一起跟他打麻将叫做恒顺众生吗？不是。菩提妙心灵圆满，使得众生呢菩提修菩提成修菩提行成菩提道，而圆满呢无上菩提，这叫做随顺众生。普贤行愿呢我来修行，我在未来啊一直到成佛为止我都在修行。修行什么？修行普贤的愿行。诸有共我同行者，共彼常得贤聚会，一生口意及意义同意行愿而修习，所有共我同行者，这个同行的意思啊，是修同样的法门的人，也就是同修，同修念佛法门的人，同修忏悔法门的人，共同在一起修行呢。某一种啊法门的人，共同布施，同来受戒，同来念佛，这就是都是同行者，是一起修吗？是，也有不是在同一个地方修，也不是同一个时间修，但是呢修相同的法门呢，这也叫做同行了。我们一般的人叫做同行，是不是啊？你做砖头，我也做砖头，这叫什么？同行。在我们普通的人，同行是冤家，对不对？这个地方修学佛法，同行呢？是啊，菩萨伴侣，就是助道的，互相的来帮助修道。共彼常得贤聚会，
而常常跟他聚会在一起，常常有机会希望跟他在一起聚会，聚会啊，互相的勉励，互相的要帮助。我们在一起修行呢，跟单独的修行不一样，我们有时候是在单独的个人的修行，但是有时候还要需要善知识同修同道啊，互相的勉励，把彼此的心得交换分享成长，这是啊，跟同行同修在一起的好处。而修什么呢？对自己的身体用行为或语言的行为乃至心理的行为啊，都同样的在一起做同样的修行。有的人呢很骄傲，认为自己一个人修行是最好的，不跟人家在一起，这不行啊。修行的人是只有一个人修行呢，不如共同的修行呢力量大。就是说你一个人修行还是有需要有其他的同修的人呢来给你互助，给你帮助。所以在 学佛的人呢，对同修善知识的互相帮助啊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再看第二十四颂：所有善友依我者，为我示现呢普贤行，共彼常得而聚会，于彼皆得无厌心。这个地方讲的善友就是通常讲的善知识。善知识啊，是亦师亦友，是朋友，也是老师。彼此互相的帮助啊，互相的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常常怎么说，因为我有徒弟，所以我这个师父呢成熟的成长的更多一些，叫做水涨船高。所以我把我的徒弟当成我的善知识来看，徒弟就是我的善知识。当我的师父还没有圆寂之前，我的师父是我的善知识，我的老师是我的善知识。那我年纪老了呢，那我的同修同行以及跟着我一起修行的弟子都是我的善知识，都能够帮到我的忙。有一次我穿个长衫呢，没有小心把那个领呢是这样子的，长衫穿的这个样子，你们好看不好看呢？这个不威仪，但是我没有注意到。结果我的徒弟啊来跟我讲：师父，你的长衫穿的这个样子好难看呢。然后我很感谢他，我说谢谢。我下一次穿长衫穿的不像话，你们敢不敢讲啊？要讲啊，不讲丢我的脸，真是。人家说你的师父，你看看，你们的师父长衫都不会穿，你这个徒弟真糟糕。这是我没有注意啊，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是啊，也是我的善知识。所以，凡是有帮助我的人，都是我的善友善知识。为我做什么？为我啊示现普贤菩萨的大行，我要跟他一起啊常常在一起聚会在一起，而且呢我对他呢永远不会啊讨厌。这个讨厌呢有
厌倦、厌烦、厌腻的意思啊。老是在一起也会腻耶，你们这位知道吗？新结婚的夫妇如胶似漆，如蜜是什么蜜，还有什么比蜜还要甜的有没有啊？如糖似蜜吧。新婚的夫妇是这么样子的这个亲，但是结婚以后一年两年呢，三年四年，到了五年六年的时候啊，渐渐越来越厌，越来越腻，越来越讨厌了。怎么越看了又不顺眼？本来很美啊，因为生活在老是生活在一起呢，你从哪一方面看都不美，你哪一方面都不像个美的。好，没有一样好的，因为天天在一起好什么？这个就是由厌心出现，那就麻烦。现在在美国啊，结了婚以后六年七年呢，这是一个大关口，很可能呢就是六七年之间这一段时间呢就要离婚。这个美国行政是这样子，我们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有吗？有哎，听说是有。如果你能够有这种学习普贤菩萨的心，说这是我的善知识，这是我的善友，你再看他，越看越什么？越看越什么？越欢越欢喜。为什么呢？他是你的老师啊，帮你的忙啊，正面帮你的忙，反面帮你的忙，帮正面的忙，帮倒忙也有的哦，倒过来帮忙也算是帮忙。你把这样子一看呢，就是这是我的老师，这是正是我的三知识，不是他这样子的话，那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样。我前天在报纸上看到怎么这个是金玉良言，说苏格拉底说的，说什么？你如果有一位贤妻呢，是你的福报了；如果你有一位呀恶妻呢，你能够成为哲学家。哎，这样子真是，苏格拉底是有一个贤妻还是一个恶妻啊？是，所以呢，你们，哎，对不起哈，这苏格拉底是因为是当男的嘛哈，如果是女的也可以这样子讲。你说有一位呀，好的丈夫是不是叫贤夫啊？有一位好丈夫呢是你的福报，有的一个恶夫呢，你能够成为什么？不是，成为大菩萨。哲学家没什么稀奇耶，哦，一个大菩萨将来还能成佛，所以有一个有家里有恶妻，你能成为大菩萨；家有恶夫，你能成为大菩萨，这多高兴，是不是这样子啊？要不要离婚？啊，不能离婚，这是很好啊。下边第二十五颂。常得面见诸如来，与诸佛子啊共围绕，一必戒心呢、广供养，皆于未来啊即无倦。经常啊能够见到一切的佛，而且呢跟一切佛的弟子们在一起围绕着诸佛，自己呢围绕着跟他们一起在围绕着诸佛。我对这些佛我都能够啊广心供养，
每一尊佛我都要供养他们。你们诸位念弥陀经里边的有没有这样子啊？说各于清单，在每都是在每一天早上啊，用衣戒，就是用一块布啊，一个包袱，慎重妙华，拿来去做什么？啊，供养，供养什么地方？供养十方、他方，多少佛？十万亿佛，是吧？这个就是广修供养的意思啊。而且呢，没有觉得哎呀，我已经供养够了了，我已经好，天天供养多讨厌呢、啊。有人跟我讲说，师父啊，老是念佛，你能不能够换一个方法，叫我老是念佛，都念已经念，我这个舌头念出茧来嘞，这个怎么还在念呢？这个修行怎么还有讨厌的事啊？念佛，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念一句佛是新鲜的佛，念第二句佛是另外一句佛，你是新鲜的佛，不断的是新鲜的佛啊，每一句都是新鲜的，你不要讨厌了。下边是第二十六颂，常持诸佛微妙法，戒令光显菩提心，邪戒清净呢，普贤行呢，建议未来即修行。这个对于佛法呢，受持，然后还要修行，如法修行。而受持佛法，如法修行，持的意思呢，不断的用这个佛法，不再间断的，这叫做持，持啊，持久的意思。这是啊，不断的继续的，叫做持。现在比如说我拿那个一个杯这样子拿着不放，这叫做持。这放掉了呢，那就不叫持了啊。持久就是不断的在用佛法，而使得自己所学到的佛法不断的用它，而显现呢菩提心。这个是广大这个伟大的菩提心，也就是成佛的心，而使得修普贤菩萨的心呢非常的清净。这个清净的意思，不杂叫做清净，杂修杂行不叫做清净，这个清净是对杂修杂行而言的。我们要修行呢，要一门深入，或者是呢修普贤行就是普贤行，没有其他的这个法门，是修行普贤菩萨的法门，这叫清净心。如果念佛之后，是不是一心念佛、啊？这叫是清净的。如果念佛之后啊，又去打麻将啊，又去啊看看电视啊，电视里边是杀杀打打，这就不是不清净了。要清净的话呢，是不断的在同一个心境下在用功。当然如果你心里清净，没有受动摇，没有受感染，看电影看电视没有问题，你还是可以看。不过你看了以后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在梦里边看到是电视出现呢，还是阿弥陀佛的佛号出现？那看看，如果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在念佛，结果在梦里边呢是在念佛，而不是在电视里边，这是还算是什么？算是清净的。请问诸位做得到吗？做得到做不到？当然，电视的好无聊的电视，
你看等于没有看，那没有问题。这电视好吸引你的，哎，你大概梦里面出现是电视而不是佛号，这叫不清净了。现在第二十七颂，欲住有中，流转时福德智慧得无尽，般若方便定解脱，福德无尽功德障。欲住有中，这个住有啊，是指的三有，哪里三有？有有是有，无是有，也就是在三界之内，有界、十界、无十界之内啊，这个流转生死，也就是说在六道之中，生死之内，生于死，死于生，这个样子的情形下，你的福德智慧还能够啊无穷无尽。为什么要在生死中流转？菩萨要度众生在哪里度？菩萨要救苦救难在哪里救？在哪里啊？在世间，在三有之中才能有众生可度可救。可是呢，虽然在三界之内度众生呢，你的福德智慧不断的增长，不会呀，因为你在三界之中你就损佛，你就变成愚痴。你在三界之中还能够啊惜佛培佛，还有什么佛啊？我们最近推动的什么造佛啊，惜佛培佛造佛，而且智慧日日增长，这是菩萨行。般若方便定解脱，般若是智慧的意思，从般若而得到的种种的方便行都跟那定和解脱是相应的。我们虽然呢在平常的生活里边呢跟烦恼的众生在一起，而希望自己呢有智慧，自己生活是怎么生活法，有智慧来指导我们，而心境经常是啊保持宁静平定安定，而不受啊烦恼所困扰，这就是解脱了。在这个样子呢，就是在我们世间众生群中你增长无尽的功德。而这个地方呢，讲无尽功德藏，这个功德藏在哪里？这个功德从哪儿求？诸位知道不知道？要成长功德，这是要在众生里边呢去培养的。培养功德，培养什么功德？福德智慧的功德，在众生里边呢而成长。所以功德是藏在众生群中，自己在众生群中啊，而不受众生的烦恼所困扰，这就能够增长智慧和福德的功德了。第二十八颂，请诸位看一看啊。如意成端如陈茶，鼻中浮茶不思议，福际福祉住其中，常见菩提圣妙行。这个是华严境界啊，说一个尘就是一粒微尘，一粒微尘的尖端如意尘端如尘茶，如意尘端很容易知道，一个微尘的尖端有多少微尘的尖端呢？像微尘一个世界的微尘那么多的
微尘，每一个微尘都是什么？都是啊，佛的国土。而像那么多的佛的国土啊，这没办法想象的，这么多啊，有那么多的佛土，就有那么多的佛，每一尊佛有许多的佛弟子。而这些呢，全部都是啊，在修无上的菩提心。经常见到这些众生，这些佛与佛子修无上的菩提心，这是啊，从小而看大，从有限而看无限。佛土无限，佛无限，佛子无限，他们通通都是在修菩提心。那我们呢，在现实的生活之中，看到所有的一切的呀众生，乃至于呀非众生，也是动物、植物、矿物，都把它当成呢浮屠，都把它当成呢佛在上面转法轮，都当成他们呢有无量的佛在那转法轮，有无量的佛的弟子在里边呢做佛事。如果有这样子心量的话，我们不单单这个世界是净土，我们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无量功德藏，无尽功德藏，处处好修行啊。这个是啊，把华严经的境界拿到我们现实的生活里边来体会，这个很难啊，很不容易啊。如是无量一切方，以一毛端三思量，覆海寄于刹土海，我若修行呢住迹海。像那么多的这个方位，我们本来这个讲的十方啊，事实上十方啊，这是站在一个位置上讲十方，每一个位置上都有十方，你有你的十方，我有我的十方。请问诸位啊，你的东方是我的什么？是我的东方，对不对？那你的西方是我的西方吗？不，你有你的十方，我有我的十方，你们相信不相信？一定是嘛。我站在这个地方，我看你，你在我的前方，你在我的西方，但是你一看我，我在你的对面，对面我看你，你在我的西方，你看我，我在你的什么方？啊，东方，是这样子的。所以不同的点有不同的方，这个地方啊就有无量方，这样听懂了哈，无量的。那么无量方里边呢，每一个点上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毛，一个这是一个汗毛，或者是一个迷毛，或者是一个头发毛尖端上，一个毛尖端上就有啊三世的一切的十方诸佛在上面。这个实在是好不容易想象，就不可思议了。诸位一定不相信，那有这样，你把个毛头发拔开来看一看，这端上嘿嘿，上面还有那么多的佛哈。这个你们手上有没有汗毛啊？看一看每一根汗毛上，哇，这个汗毛上还有这么多的佛啊，还有这么多的世界啊，一定不相信。这不需要你这样子想，因为佛已经不占空间位置啊，而每一个空间位置佛的法身倒是在，所以十方三世一切佛通通在你一个毛端尖端上，但是也不要说全部就是在一个毛的尖端上啊，其他的毛的尖端上也有啊，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现在在涅槃了，已经在进入常寂光中，他的法身在哪里？你可以说在你的毫迷毛尖上，是不是也可以说在我的面毛尖上？是不是呢？那是不是也可以说他的面毛尖上？是，他在十方所有一切人的面毛尖上，那每一个面毛尖上都有他在，这样子听懂了吧？那么所以十方所有的佛都在我的一个面毛尖上，可以这么讲吗？听懂听不懂啊？听懂啊？好。下边呢，我们再看，以音声呢，功德海，一切如来清净身，一切群生，意乐音，常皆得若佛辩才。这也是华严经的华严境界。他说，一切的音声功德海。为什么是音声是功德呢？所以因为我们在前面听到了，凡是所有一切声音都是在做什么啊？都在说佛法，所以这是都是功德，任何声音都是功德。请问诸位，我这个是不是在有功德？我磕了一个手，算不有没有功德？什么功德？我打一个喷嚏算有没有功德？打一个喷嚏是没有功德，可是呢，你如果是一个修菩萨行的人，听到人家打喷嚏，说不定人家一个喷嚏一打，你有一种菩提心升起来，那这个喷嚏就打了有功德。我们在打禅气的时候有人一个喷嚏一打，有人正在打瞌睡，正在打瞌睡，听到一个人打一个喷嚏一打，他马上醒了，他就谢谢那个人打喷嚏的啊，谢谢他。好的，他打一个喷嚏，我就醒过来了，要不然我这只箱子白做了，就老子在睡觉啊。那么这个人打喷嚏是不是有功德啦？有啊。好，那什么声音都有功德，对不对？这看看你怎么想他了，这很听得容易听懂啊。所以一切的声音都是在说佛法，都是有无量辩才说佛法，是三十一颂，一比无尽呢声音音声中一切三世诸如来，当转离去啊妙轮时啊，以我慧力普能入。他还是讲了声音。声音都是在转法轮，都是在说佛法，任何声音，佛讲法的声音，任何声音都是佛在说法。因为每一个毛孔的每一个毛的毛端上坐了那么多的佛，那到处都是佛哎，那所有的声音都是说的佛的法，没有错的。所以三世一切的如来呀，应该他转的什么？当他正在转法轮，转的离取妙法轮，离取啊，跟逝去啊是不一样的啊。离去、逝去、是啊有分别的，有差别的。离呢是无分别、无差别的，是呢？是不究竟的，而理呢是究竟的，是啊是有时间有空间的范围限制的，理呢是啊没有空间和时间范围所限制，而偏于一切时偏于一切处，这叫做理。理去就是说使得你能够啊进入理的境界，叫做理去。转这个法轮呢，是让你能够体会到理，进
也实际上就是说得到佛的呀最高的智慧。那我用慧律啊都希望能够进入这样子啊佛法的妙理奥妙的深奥的深广的佛理，那就是啊不是事哦，而是理，是骗一切实，骗于一切处，它没有一定的这个一点或者是呢一种形象，这叫做理。这个不是道理，讲理论的理，而是呢是可以讲它就是啊真如，就是啊佛性，就是呢法身，可以这样子讲啊。当我们成佛的时候说见到了佛性，证了法身，而法身偏于一切，这就是理啊。现在我们再看三十二颂，于一刹那住未来，我若未来一切即三世所有无量劫刹那能入极致即，这个刹那是什么？很短很短，在一刹那之中就包括着未来的永远的未来。我对能够对于未来永远的未来的一切的时间，就是永恒的时间和三世啊所有的无量的时间，在刹那之中啊就能够进入这样的境界。也就是说未来也好，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在一刹那之中全部都进去了。这个不简单，这个就是长时间成为一个短时间，短时间之中啊能够什么，能够摄食那长时间无限的时间。这个地方呢前面讲的说一个毛端有无量的佛，无量的 佛土，这个是啊以一点点的空间，小的空间容纳大的空间，是不是啊？这个地方是以短的时间容纳多少长的时间，实际上就是华严经讲的就时空啊，就短的时间容纳无限的长时间，小的空间容纳无限的这无限的大的空间。许多的人这个没办法接受，没办法接受，但是诸位听到这里应该可以听懂，因为佛的法身是遍在的，遍处都在，它不占时间不占空间，但是呢处处空间处处时间都在，这样听懂了吗？听懂哈？没听懂我不管了，反正是要讲下去。现在我们再看三十三颂，所有三世人世子，一刹那我先见，一比境界常多入啊，如幻解脱行威力。这个不容易啊，这是希望，这是愿心，是希望，希望能够到达这个程度。所以三世的佛，人世子就是佛啊，人中的世子就是佛，三世的佛我在一刹那之中啊都能见到，就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一切佛，在我这一刹那之中全部能见到。而且呢对那些佛的所有的境界我全部都能够进去。而为什么如幻解脱啊行威力，解脱也是如化，也是啊如幻如化，而不是真正的
解脱，真解脱、大解脱跟没有解脱是相同。这个就是啊，理事无碍，华严经讲的呀，理和事是无碍的，在理跟事是相同的。而这个威力啊，是个什么威力？是神通的威力、智慧的威力、福德的威力。自己在一念之中是跟三世诸佛相应、相若、相契而不相离，不简单的啊。这是普通人做不到，但是我们希望有一天也能做到这样子程度。我们平常的时候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当我们心量好小的时候啊，这个又是妒忌又是障碍，这个时候你说，嘿，我学学华严经的境界好不好啊？或者是见到了这个我们的同修，今天也一起来听过这个普贤行愿菩萨赞的人呢，是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先生，跟你吵架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说，哎，我们回想一下好不好，这个普贤行愿赞里面讲到，怎么讲啊，一刹那我见到什么，见到所有的佛，那我也是佛，哎，你不要跟我吵啊，那你也是佛啊，我不应该跟你吵啊。好，下边我们再看，说有三世妙严察，能现出生一层端，如是无尽诸方属啊，能如诸佛严察土。说有三世的三世，就是现在、过去、未来，一起庄严的佛刹、佛土，能够啊出现呢、啊、在哪里？在一个围城的尖端上出现，像这个样子，无尽的所有一切方，十方一切方，不是一切，一切十方，所有的毛端上都出现那么多的佛，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多的佛土啊，不是那么多的佛。现在下边呢，再看，所有未来世间等毕皆觉悟啊，转法轮，示现涅槃究竟集，我见妄欲亦是真。这是大愿心呢、啊。所有未来的所有一切佛啊，当他们成佛说法，乃至于示涅槃，入涅槃。我多啊去参访他们。这普贤菩萨成佛之前是如此，成佛之后还会这个样。所以哦，在法华经里边，释迦牟尼佛在说法华经的时候，有一尊如来来出现了。你们知道是哪一尊如来？哪一尊？多宝什么？多宝如来，多宝如来过去就发了这个愿，说哪一个佛将来说法华经，我虽然已经涅槃了，我还会呀、啊，跟我的塔舍利塔一起去，到那边去听法，证明法华经。那这个普贤菩萨也有这么个愿，所以哪一尊佛出现他都去。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普贤菩萨来了。普贤菩萨也在释迦牟尼佛的大法会上啊出现了。诸位，将来我成佛的时候，你们来不来？来啊！好，就是我成佛成晚了，你们要不要来？也要来啊，成佛了嘛啊、哦！随时随地，任何人成佛都要去亲近他。下一句啊，我把它念下去。以神作力普训集，以称威力
普遍门，以行为力等功德，以慈力啊普遍行，下边都是力力力啊，我把它一直念下去了啊。以福为力普端严，以智为力无著行，般若方便等慈力，菩提威力皆集聚，皆以一力而清净，我今摧灭烦恼力，悉能降伏摩罗力，圆满普贤一切力。这一段呢，就是讲的无量的功德力和智慧力。现在我们再往下念，普令清净察土海，普能解脱众生海，悉能观察诸法海，即以得缘一智海。普令行海邪清净，又令愿海邪圆满，诸佛海会邪供养，普贤行迹啊无疲倦，所有三世诸如来菩提行愿呢，众差别愿我圆满系无疑，以普贤行呢悟菩提。好不容易把它念完了，念到这里，这个一段呢，我刚才念的三个句子都是讲一切的力，是大力、微的力、无尽的这个智慧力，他们所产生的一些功能。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讲普，普啊就是普遍的，到处的，样样都是这个样的。为什么叫做普贤呢？普贤呢，就是虽然讲普贤法门呢，就是就一个法门，实际上普贤法门呢是等于观音菩萨的普门是一样的。观音菩萨是普门示现，普贤菩萨是普门呢修行，所有一切的法门呢，普贤法门全部含摄，所有一切功德呢，普贤菩萨的修行呢，全部包含。所以用海来形容它，用圆满来形容它，用无尽呢来形容它。所以呢，修普贤行就是等于修行一切佛法。我们今天呢讲到这里呢，一定要相信呢我们很有福报，虽然听了三个晚上啊，只听到41个颂，后边的没有讲，只是念的啊，这还有后边呢，还有一共是62颂，现在我们念到41颂，后边还有多少颂没有念呢？还有21颂没有念。但是呢，我们已经很值得听到的，这是最高的、最究竟的、最圆满的法门。而我们在讲这个普贤行愿赞之中啊，虽然这是大菩萨的法门，可是呢，我们常常提醒跟我们呢实际的凡夫的生活配合着来修行。所以这个三个晚上虽然耽误了诸位时间呢，对诸位我相信是有用的。听懂一句，那是一句有用，听懂一个字，一个字有用，听懂一个句子，一个句子有用，反正是诸位来听了就记入宝山，并没有什么空手而回。请问诸位，你死的时候两个手拿什么走啊？
当你死下棺材的时候，两个手拿什么走？有没有东西可以拿？没有。但是你心中有没有东西？什么？佛法哈，至少今天讲的这个三个晚上的普贤行愿站要带走啊，带一句也好，带一个句子也好，带一个观念也好，一直到什么时候为止？成佛为止。这个精神没有讲完呢，没有圆满，但是时间圆满了。我们下边的二十一颂呢就不念了，也不讲了，下一次是不是再讲我们再说，也许我们下一次接着讲，或者是呢我们就讲到这儿为止。普贤行愿本来我只讲四大愿，而我们实际上我们讲的十个愿又加十个愿，就变成了二十愿。祝福大家早日成佛。